谁带？哦，昨天碰到两个带无限瓦球的法师，老变态了。带的焦灼跟超燃是吧？没一道啊，尬出来。啊，有点伤。这没一道被他追的也有点伤。掉多挺多血的。没 EA 出来，可惜了。等个一只血量杀了，不嗑药的话。这姐这么贪呀，半血都不嗑药。哇，没什么状态了，没关系吧。这么慢慢飞线回家了，那 Q 点准了，我躲不掉了。回家吧，前面这个对线没对，大家可以来吗？这个位置有机会抓的，他不叫影子啊，他骗个影子。我一还没好，哎，别急，等个一嘛，这么急。拿下，舒服。拿下还有助攻，这波线的话回家吧。哎，没影子了，你们先上兄弟。我搜索他影子，把炮车。这头我是要 K 的，玩萨拉斯现在一定要 K 头啊，你不 K 头不好 C 的。有能力 C 的话可以多 K 一下。我看能不能回馈他们一下，回馈他们一波。这波对面下路可能以为我回家了。啊？怎么越塔了？什么情况？追不上了，他 CD 斜的，不追了不追了，把片吃下来。踢中路啊 ADC， AD 中路补线，我把他推过去。麻了！啊，这自由的空气呀！奈斯还行。下路根本稳不住啊，八脸没用，八脸搬不起来啊，根本。不过泰克在啊，我都不好出去了，泰克不在。你在想什么？那有队友的。可以打峡谷了，很 nice。我先走了，这塔皮的话，看他们吃一个。
吃一个就可以了。打他，打那么凶。哎呀，坏了！正跟正跟这个人能给他跑了。我先不管吧，我先把拆塔拆一下。这塔我想把它拆掉了。说不定还能撞一下中路了。上了塔的话，应该掉不了多少塔皮吧？他怎么十级啊？啊？这几个等级怎么这么高啊？是吧？坏了呀，给截吧！什么操作呀，你们两个？哎，你在干啥，美女？我先守塔呀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真是服了，干嘛？刀妹来了！发信号！哎呀，麻了，技能空亡。哎，我的我的我的，忍者妈都残血了。这追不上了吧，哥们？哇，这给他追上了。那大龙吧，那大龙吧，来来来来来，可以打。打大龙，来来来，现在可以打，现在可以打，现在可以打。
我都说了禁魔，就是搞有点。这禁魔为什么可能找得到妹呢？啊？顺势推上楼。哦，刺激。打小龙吧，这高地不用着急啊，把龙魂给拿了，准备打大龙团。喂，差点钱帽子。你看啊，这个时空魔阵，这我说吧，我这波差点都被他反杀了，如果不拉扯的话。骇客不在啊，打吧，一两个没闪他还不好抢。Nice。干了。